ASAP Rocky Joey Badass 什么风格都能驾驭，敢穿，我就什么都能穿得帅，搭配的闪星帅，敢穿，对，很会搭配，又高端又街头。像 CP 马思维他们在选短袖的时候，他们会挑选领口比较小的，然后不会大的，这样子会显得感觉很好。对，能挂多少挂多少，然后要亮要闪。对， enough， 一定要很有富贵感，要让别人一看就是哦，这人过得很好。对，我们确实过得很好，就一定要穿出来是那种有钱的感觉。Rich， 就所有做说唱的你终极目标还是得 Rich。 我想挂链子要挂的有层次感了，短中长这种，还要有层次。对，这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，同样都是那么多链子，为什么你看着那么土老肥，我们的那么酷，因为我们有层次感。我觉得给人感觉嘛，就 hiphop 嘛，这乔丹鞋嘛，那对不对？对，那我这哪怕是拖鞋，但也乔丹的，这没办法。我觉得是裤子和皮带吧，裤子和皮带比较能代表。就如果像以前 old school 穿法，你只要不管你什么裤子，你扎上皮带往下面一垮，你绝对 hiphop。我觉得，对。Supreme，Supreme，Supreme，Babe，Supreme 这些。LV， 恭喜，恭喜，恭喜 ，Go y'all。我们刚跟阿迪达斯合作嘛，拍了一个东西，以后会不会有其他牌子我们也不知道了。对，会跟哪个牌子我们也不知道了。